Hello，晚上好。给自己打光。有几个人群巷口转角咖啡店，就像诉说我们相遇的。我这个是重新下载的，我觉得它没有美颜功能。某个品是否我们曾经都有过不经意的瘦个脸。好了，不行，这个瘦脸，瘦一点点都不像我。我要把我的挑染弄出来。那是。怎么大家都从贵阳跑过来？大家都喜欢往贵州跑了。我怎么觉得我把瘦脸关了还是那么瘦呢？一点都不像。最正常的吧。这个瘦脸真的是能别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不，我没有这么瘦。没有，就是我觉得他那个瘦脸开的就是太假了，太瘦了就不好看。我喜欢饱满一点。那一定是我。头发遮住了。故意用刘海遮住了。吃太多的话，我的肉都要长在我的胳膊上。就是我一瘦就瘦脸，一胖就胖胳膊，够麻木的。那还好吧。哦，这倒是。
地下通道安全，主要是好吃的。酸汤鱼也好吃啊。叫这个名字吗？想起呢，下次可以好好的玩一下。不凡呀，你是因为有强迫症吗？我倒是能忍受，只是我把输了要顺眼。小时候可能猴子不太多吧，现在猴子多吗？我都很久没有去过那里。谢谢你的仙女飘带，有缝的话确实也显得我很秃，本来就很秃，显得更秃了。就是你不要背，你把包背前面，然后手里不要拿东西的话，他就会抢你的。反正我是800年没有去过前列腺了。本来之前带我朋友去爬前列腺了，但是我们起不来，所以说就没去。哦，拿瓶水，那拿瓶水他也要抢的，千万不要和他硬抢，硬抢的话你也抢不赢他。反正我是好久没有去，我不知道那里的猴子现在怎么样。我也很害怕猴子，我觉得他这抓过来，我肯定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要啥你给他啥吧，反正我对前列腺猴子的记忆是已经在小时候了，当时是没有被抢过。可能是因为他看你手里拿着东西，他就想抢吧。除了猴子，猴子也不好玩啊。吃的吧，我觉得贵阳没什么好吃，不是没什么好玩的，就好吃的挺多的。那种叫，我不知道，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叫大排档，我们那边就是，也算是吧，也算是。铁都是咸。
土豆片也好吃，丝娃娃也好吃，好像重庆也有，重庆那个龙湖时代新街那个 C 馆，哦 D 馆还是 C 馆？是的，因为贵州人都喜欢吃土豆。C 馆有丝娃娃，挺好吃的，我觉得丝娃娃好吃，但其他我觉得还行吧。因为贵阳的话就不止一家丝娃娃嘛，就是我吃过的有一家就是没有丝恋那么出名啊，但是也挺好吃，他家有一个炒饭就是挺好吃的，我觉得比丝恋家好吃。就是用一块皮，它和烤鸭同理的，就是用一块皮把那些你想吃的东西包进去，然后蘸汤，差不多的，我感觉，感觉是差不多的，类似的感觉。嗯，差不多，它就是都是弄成丝的那种，它的菜啊什么都是切成丝儿的那种，难道这就叫丝娃娃？可是它为什么叫娃娃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想问你到底要再让我等多久，所有招数在你面前形同虚构。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太早了？握手前吃了一点东西，现在还不是很饿，然后刚刚吃了一盒零食，所以说就不是很饿。哦，八月瓜呀，八月瓜，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是去那种林子里边摘，然后还有就是有自己家种的，还挺好吃的。小时候，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没有吃过了，饿了就吃。我长大就没吃过，我都已经忘记什么味道了。哪里有干溜面？哦，确实。我小时候，我因为用方言讲嘛，就是八叶瓜，我以为它叫八叶瓜，结果它叫八月瓜。哦，鸡公煲好吃，我以前在上海吃过，但我在重庆就没有吃过。不知道是啥，不挺正常的。你比如去个外地，肯定外地也有他们那边的特产的东西啊。有可能一会儿我播到我饿了的话，我就下了。想听黑与黑与白。嗯，确实挺有意思。我也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浓，松鼠气息比较浓郁的那种。走入致命的误区，却停不下来。好奇心在使坏，让我不愿离开。追寻你的背影，反而迷失花海。意外反而还有些期待。呼吸竟然比心跳还着急，灵魂似乎还没反应过来。最血气，我便真诚出卖，被你收留了钟爱。让欲望盛开，狂乱的色彩，平静的恨与爱，需要加点崇拜。别问该不该，不管坏不坏，让
沙漠。我想去西藏，很久很久，我从上学的时候就想去，但是现在不敢去，是因为太晒。以前的话就一个人不敢去。上一秒我是自我世界的独裁，下一秒我越在你面前如尘埃。所以说啊，我怕晒黑，我就哪儿都不能去。有什么比你的话动听？你心事什么？我要它完白。对，交给你，亲吻你的指环。是啊，去看一看沙漠然后回来，连照我都不想拍的那种。主要是在沙漠就感觉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是点我的爱，我冥想灯火编织一场狂欢，把我和我思考展翅如金钗，烧成在脑海，我无声的等待。以前看见太阳我不害怕，今天我看见太阳我也是赶紧的跑，因为我们去公演的时候就是太阳很大，然后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出。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可能是我现在想象的很有趣吧。只要不把我晒的，只要晒不黑的话，我就还行。希望它赶紧没有太阳吧，我希望赶紧冷起来，我不喜欢太阳。因为那个太阳真的很大呀，你一看起来就容易被晒黑，就算是几秒钟也会被晒黑，那就很想出门。是的是的，我觉得他唱这首歌还蛮好听的。心瞬间开心个不停，他的心里这首歌，但是我还是不会唱。哇，我就喜欢那种感觉，还想去新疆，太美了。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下，我都会就是整个人的心灵得到了净化。
跳舞，在乎我和天气一样温度。暂时还没有出去，特别打算。没有时间，主要是我们最近就是排练了。等之后的话更没时间，我觉得今年都没有太大时间吧。我觉得要自驾才好玩，可是我不会开车。等我明年春天把驾照考了。你和我的夏天风清晰，说着反正我看到那边我就想去到高高的山峰，温的风，山的风，吹着的小风，温柔冷冷的海风。从气象站台天空突然断了，风刮起了风。当你不在，那得老司机吗？你说每次下雨后你都，但是我觉得走到那边的风景也挺不错的呀。数数颜色，看看缺了到的那一个，我问雨后太阳了，你说可能太忙了，天天开工按时按钟，就当放假了，所以我不愿偷偷把你时间都占了。还记得你说过的都是假的，那第三天就可以回了。对错，当天空突然断了，曾刮起了风，当你不再等你的人在雨中，却突然想起为你撑过伞的人，相拥在路口只为了彩虹。我就想看我听听他的心里话，别再装哑巴，别让伤口放大，能不能帮我走走他的幸福啊，离开谁的雨还能回到他黑吗？我可能要先下一会儿，我有点事儿，我先下会儿，一会儿再那个吧，就是一会儿再来吧。我现在有点事儿，因为我要搞一个东西，
拜拜拜拜，一会儿见。因为这是加了美白的特效。没有地址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雨下得好安静，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怎么24度还幸福，那么冷，真的不容易。在你的轨迹，清晰，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不在啊。是吗？为什么呀？也是可能是美白开大了。这样呢会不会好一点？没有理智的心，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好一点了吗？好一点了。你放着谁的歌曲，是怎样的心情，能不能说给我听。是的呀，下得好安静，一起出去吧。是
玩起来。我这个蓝色非常不错。有我爱你，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不用再多说明。但这是假的。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苦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谢谢你的自己。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星星，不用再多说明，我就要和你在一起，我不想又在。那还是别看了，先把手机留着电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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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还是听错了时空。填不满安排观众的电影，直到散场时突然亮起灯，字幕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才见到谁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不到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好无聊，是否看过同样风景，想要让时间留在所谓时空中，时空时空。哦对了，你们调休了，要上班了，学生也要上学了。没事，下次说不完见证许愿的繁星，美丽言记得安慰坏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自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是否看过同样风景，想绕了时差留在所谓时空中，时空时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所谓时空中，时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所谓时空中，成空成空。
好无聊啊，没有人跟我讲话。哎，谢谢你的兔兔。我想拿个课。好几次我告诉我，看我买了两个可爱的。是的。你们说我带还是不带呢？带的话会把我的头发压啪，那我怕压趴。是声音刻在我心里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谢谢你的荧光棒。曾忘不跟时间对峙，觉得连呼吸便是消失。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站在这里。才发现我拉着没拉。是吗？我都没怎么看，因为我觉得陶白白长得白羊的好少哦。你可以留下，可是我只能停止。就这样吧，也不需要。寻找你，茫茫人海，却有没有？说我们白羊怎么样啊？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我已将我的心逃过去。哇哦，陶白白太准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我是可能太喜欢星座。谢谢 DM 某个图图，让我去某红书上搜一搜。想念再不会变得消失，如果有下次，我会搜一下。刻在我心里，陶白白，白羊座。我住在生命的城市，我的飞向天空的钥匙，你只需要想，还有我为你坚持。看陶白白说，白羊的心里总是藏不住事情的，可是白羊的观察力偏偏是十二星座中最强的。嗯，非常的准，不得不说真的很准。有啊，我们的观察力很强的，人家陶白白都这样说，那肯定就是。如果有下次，白羊最害怕交友，交友，又最享受交友的过程，最害怕人多，但是又喜欢跟一群朋友玩儿。这个倒是啊，就非常喜欢就是，交友的过程。
谢谢抱手的，完了不知道这个咋念了。该哦，谢谢你的灯雨蝶。现在怎么没有特效了呀？白羊最大的缺点呢，就是重感情。我这边没有哎。急性子，心软，永远相信别人，永远有吃不完的亏，永远不长记性。最大的缺点就是重感情，这个确实啊。没有啊，这是在说我们的缺点。白羊骨子里本来就是冷的，不长记性确实，但没有再夸啊，真的很准。然后只不过中二犯了，就感觉变成了傻白甜，当他认真起来就没戏了。永远吃不完的瓜是什么？就我觉得他长得有些还是挺准的。这不是记性不太好，是因为800年没有见过你的 ID 了。你要比傻，那我肯定不会跟你比了。你要觉得狮子比较傻，那就狮子傻吧。确实，等白羊把鱼蛹熬成温柔，褪去稚嫩矫情，不再把爱夸张到声嘶力竭，白羊才会长大。10个白羊9个疯，别不信，要不你就试试，不是他疯，就是你疯。那倒也没有啊，没有。倔强的白羊从来不会认输。怎么就没了？就一页。那确实，这个比不了。谢谢你的荧光棒。陶白白说，没有人能看穿白羊的倔强，也没有人能独有白羊的温柔。如果真有了，那你真是很幸运。真正的白羊呢，外冷内热，双标怪，行走于天使和恶魔之间，双子的克星。我的上升就是双子哎，我现在很温柔啊，就是。那倒，我这照着念的也能当星座情感博主，太次了吧？那当然啦。勉强得来的东西真的特别没劲，我白羊就算一无所有也不会多看一眼。谢谢你的兔兔。白羊真的没有耐心，忽冷忽热，欲擒故纵，对白羊真的没有用。那倒不是，怎么就没有了呢？怎么老是只有一页呢？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怎么全是视频啊？闪烁。怎么了？我在直播。那你怎么了？怎么？
等我下播我们去吃呗。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谢谢你的秋天奶茶，我们一会儿要去吃东西。哎，怎么退出了？一起厮守，彼此吻，你心上的酒，想要清醒却冲动。陶白白说：“千万不要和白羊赌气冷战。”白羊本身天性冷淡感性，骨子里的硬气注定白羊不惧怕任何人的威胁。那是第一次知道，那倒也是。是光良唱的，但是其实我不是很饿，我可以陪他们去，因为我一个人，我不想一个人。哦，白羊座的九个缺点啊，大家竖起耳朵听好了啊！现在我要告诉大家我有什么缺点了。白羊座的，确实威胁没有用。没有，我们白羊座的缺点呢，第一个呢就是过于的温柔，经常把人宠坏。第二个呢就是霸道，有很强的占有欲。第三个呢懒，超级怕麻烦，这倒是真的。第四个呢是喜欢吃，是个超级吃货。第五个呢是爱捉弄人，事后还经常就是得意。我确实我挺喜欢恶作剧的，我就以前就把我们的室友给吓到是怎么程度，就是他上厕所嘛，我们那厕所他是那个磨砂窗户的那种，那我就特别喜欢吓别人，然后就是看恐怖片看多了，但是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的室友啊，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怕，当时就把他吓到了，我就一下子，因为那个是磨砂玻璃的嘛，就你一下子冲过去，他在里边嘛，一下子冲过去，然后里边我就会被吓到，是不是？当时他就被吓到，都吓差点吓哭了，我就一直在那儿道歉，一直在那儿道歉，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会那个，他我也特别害怕。但床头吓人这种，我倒是不太那个，因为我觉得太吓人了。但我有时候经常就是不说话，就是我装作很凶的样子，然后去吓我朋友他们，然后他们问啥我都呆滞，就假装就是我灵魂不在我的身上的那种感觉，他们就会被吓到。嗯，咋了？第七个呢就是爱笑，然后是大笑，确实挺爱笑的，我觉得。第八个呢是容易害羞。遇到喜欢的人反而会疏远，所以说我要是疏远你们一定是我太喜欢你们了。第九个呢是外冷内热，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很高冷，其实内心很热情的那种，对陌生人是视而不见的。怎么就没了？其实我觉得好多都星座都可以通用。
我再搜一下啊。能不能说说话，不说话我也只能暂时离开了。是的，大家都唱白羊座女孩啊，可能看起来很松，但是其实内心是最柔软的。虽然这个刚刚讲过，但是这个确实就而且心特别软，就是就算就是两个人有矛盾啊什么的，但是对方说一句就是软话，就马上心就软下来了。叫闪银，我就会叫你滚。开玩笑，白羊座的女孩呢，总是嘴硬，其实心里软得很。这不是和上一个一样吗？白羊座女孩很讲义气，总想什么都扛。白羊座看起来很冷淡，那只是保护自己的方法。白羊座女孩是一个一直扮演好孩子的角色，却一直拥有坏孩子的心态，有时乖巧，有时疯狂，有时坚强，有时脆弱的星座。这个确实，我怎么可能爆粗口呢？我不是那种人。但确实啊，表面好孩子，但是会有坏孩子的心态。白羊座女孩很孤独，白羊座喜欢孤独，白羊座又害怕孤独，白羊座没有安全感。白羊座女孩性格很古怪而又孤僻，他们会突然在大笑中沉默，沉默中大笑，感觉悲伤。就是表面乖乖乖乖女孩，你看我初中就是还就是我初中，你看就还要去网吧呀什么那些，我就不一天不好好，我没有，我一天好好学习的。我好好学习的，但是我太笨了，没办法。我和我哥确实经常打架。不过白羊座女孩很念旧，然后最注重呢就是安全感，希望被保护，却常常是一个人。他们可以外表装得很无辜且无所谓，但是心里却很在乎。啊，这个。但是我记得你的 ID 就行了呀。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能记得 ID 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是真的，真的。就是因为怎么讲呢？你其实白羊座我觉得挺好面子的，就是怎么讲呢，好巧，我以前是 S3 的。也不是，就是就算他心里很在乎，但是表面他可能就是，就算他内心就是怎么那个就很在乎啊，很就是心痛的不得了啊，或者是怎么的，他表面其实基本上就是会掩盖他就是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就是一些在乎啊什么一些，因为就觉得不想让别人看破自己的脆弱那种样子。他们可以对一切的困难面临时很勇敢，其实私底下高兴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说。
哦，其实私底下呢最怕孤独，他们可以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出自己心中的真心话，却在生气时嘴上从来不留情面。我以前就是什么都不说，但是我现在就学会，就是有些东西还是要表达出来了，但是本性嘛还是没有改的，就是本性就觉得谢谢你的奶茶，然后就是本性它就是外冷内热，就是内心就是还是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你就算在在乎啊或者怎么样，就有时候就说不出口。确实，我就是那种不太会表达的人，我就有时候表达出来很容易伤害别人。他们的心是把握不住的风，他们渴望像风一样单纯而自由。他们明白即使知道了也是无济于事，他们单纯脆弱怕冷，哎，不是怕疼。你不要想那么多，你是看死神来了看多了，就弄一个意外是吧。他们霸道粘人，不懂得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像他们一样将爱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他们直来直往，不屑掩饰和做作，所以往往忽略了一般人其实更喜欢年龄经验累积的人情世故和圆滑变通的处事方式。嗯，好的。他们喜欢直来直往，就是一点都不屑掩饰和做作。确实，就我觉得把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是吧，就你掩饰你也迟早有一天也会被发觉的是吧，就是懒得掩饰。但是呢其实还是要一些，就是还是要，就是，但有时候这样就一点都不好。谢谢你的兔兔。然后，白羊座天真执着，很容易满足的星座，但从不放弃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白羊座爱哭却很少在他人面前流泪的星座。是的，我其实挺爱哭的，我就是看剧啊什么那些就感动的啊什么那些地方，就稍微我就很容易哭，然后吵架不赢我也要哭，委屈我也要哭，那是因为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反正都是，我觉得每个人委屈都有苦。白羊从来哦，就是白羊座的又一个特点呢，是真实表里如一，能做自己，装不出另一副模样来。确实，就是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啊，就是委屈啊，或者难受啊，我觉得哭一哭还是挺好的。哭完了，其实整个人就放松了，是哭的点不一样。谢谢，抱手的第一，我的花前月下，我真的忘记怎么读了。
白羊座很善良体贴，那么坚强，就用来用去都是这几个词儿啊，善良体贴坚强。不过他永远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最毒的地方永远都不能商量。真正被惹怒的白羊座往往是连丑都不丑，是善良的下来，沉默起来呢谁都不理，冲动起来仿佛没带大脑，理智起来像只冷血动物。确实我觉得非常的准，就有时候非常冲动懂了，就感觉是卡了吗？是卡了吗？哎，这个直播都被我这个白羊座的感动的。又这就像一个哲学家，疯狂起来，还可以消失在空气中。因为蟹可爱，粗心起来鞋子都可以穿反，细心起来可以把别人感动到流鼻涕眼泪。他们貌似有些冒失，其实很细心。他有时也很虚伪，不要指责他，他不懂得拒绝。他最擅长的就是难为自己，他不想你难过，只好令自己难过。确实，他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有超乎寻常的承受力。没有，我不信念啊，我是个粗线条的直男。不是不是，这个不是虚伪。他老是担心自己的行为会让别人受到伤害，确实有时候就会在想自己怎么做什么做什么，就是会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大多时候都很直男。哎，我看一下他们是不是给我发消息。没了。平时就是如果你严肃一点开玩笑的话，他就会当真这样子的。就比如说你开个玩笑，就是他得看你的神情和语气，你稍微就有一点点认真，就开玩笑那种，他都会当真。因为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然后他们是一个不甘愿一辈子平淡，有时喜欢刺激的事情，对最亲的人会容易暴走脾气。怎么会那么卡呀？什么垃圾网络啊？对最亲爱的人最容易暴走脾气，事后呢又觉得对不起。喜欢好吃的容易犯困，会对喜欢的事儿很痴迷，
情绪敏感多变，有苦不说，有泪咽肚的星座。哦，不卡就行。白羊座嘴硬，心却很善，表面把你说的一无是处，心里却比谁都珍惜你。由于缺乏安全感，睡觉喜欢侧着身子。确实，我那天谢谢傻白甜的灯蝶，我那天去按摩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说你是不是老是侧边睡，因为她按我的腰嘛，就这边就很硬，就没有另外一边，就老是侧边睡。我估计大家都喜欢侧边睡。他们总是看起来很快乐很坚强，殊不知那是白羊的伪装。确实，所以说阿姨都让我多换一下。白羊是孤独的，从来不喜欢和别人抢东西，他们希望在身边的人都是真心对待他的。初接触白羊的人都被他们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吓走，但真正走进白羊心里的人就会发现，白羊对人好起来是没有底线的。反正阿姨就很厉害。白羊总是微笑着，无所谓着，强势着，但是心里却一直流着泪。他们对陌生人冷冷的，但是熟悉了就嘻嘻哈哈的。这个确实，我就是我就很羡慕那些社交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们就能很快乐的，就是对，就是那种人。就还挺，我还挺羡慕这种人的。所以说我就是社恐。但是我是那种熟悉了我就会对你开玩笑啊，或者这种就是会把就更真实的自己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吧。一开始可能刚认识大家都客客气气的，但是熟了就是疯疯癫癫的那种。然后表现得很坚强，但其实很懦弱，总说自己不孤单，但其实很孤单，总是被人误解，但却又不愿解释。哦，这个确实哦，就懒得跟他们扯，就是就算被误解了，就是不要看什么人，在乎的人我就会解释，不在乎的人就是随便的那种。是。怎么这里又说白羊是相对比较外放的星座呢？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好奇宝宝就是白羊。好像没有了耶，还挺多的。看我在这里就有一条白羊座，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有点强势，就是认死理，有点没耐心。哎呀，还没有完呢。一旦认准是朋友就掏心掏肺的。是好吧，那大家都通用。就是能说的时候特别能说，反正我是那种能说的时候就特别能说，我就是安静的时候就特别安静，就是一般就不怎么说话的，就听别人说。确实，就是一条一条的都在符合我自己。
珍爱生命，远离白羊。白羊状态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天使，有一万种方式逗你开心快乐。状态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容易火山爆发，冰火两重天，就是我就是有时候起床气特别明显，就我可能当时没有睡好，我起来了之后我就特别暴躁，容易。我一下子来，不要怕嘛，我们白羊很温柔的。什么？白羊虽是聊天能手，一点都不是，好吧？来分析白羊座，情商专家。Oh no， 没有情商好吗？相处之道大师。No。确实，不过他就是我，他都不愿跟人打交道。是矛盾结合体，确实。那这个世界绝对会人人都是，就是人人都在暴躁的路上。确实，所以我不看他。比较事业心比较足，还是爱我们火象星座。怎样的雨，怎样的夜，怎样的我，怎样你更想念。没有啊，我只是日常打个哈欠。哦，原来是这样。希望他赶紧结交一个白羊吧。我这个只是日常，怎么回事啊？你好懂我呀。我在想他们怎么还不来叫我吃啊，他们不饿吗？没有，是因为巧合，我们白羊才是最好的。你说你像个月，爱要的人不用道歉。没有了，我一心都只想陪你们，我根本就不想吃饭。并不是，我们白羊非常的好。哎，我腰好痛。可是什么呢？不行，我要把你们装进心里，走到哪儿都带着你。
那我就三分下 OK。 哇，我的心就如这个大地一样辽阔，因为我心胸宽广。谢谢小新的灯雨蝶，谢谢小新的花前月下。我这边真的没有特效，就是我这边就是看不到特效，可能你们那边有显示，我这边没有。谁？为什么呀？是谁给你偷掉了？哦，我知道为什么了。谢谢张张的五个仙女飘带，因为我这个版本不太一样，所以我就看不到。是的是的，我这个版本没有更新。好的好的，那你们也早点睡哦。那确实挺快的，这一年都到了。你如果新下载的话它就是更新啊，直接新的呀。哦，不过现在下载不了了，大家就早点休息啊，我去吃个饭饭，不要太想我，拜拜。好的好的，拜拜。好的好的，好好看吧，拜拜。晚安晚安，拜拜拜拜。那是我得，我每次出去都穿成那个样子的。拜拜拜拜，晚安，拜拜拜拜。该继续再谈，直接就开口吗？